你先摸了明白，今天上午我要办生活。一办生活吧，你吃水上漂哈。水上漂，萝卜做做，大家讲的红烧做做就可以了。要的啊，但吃人不要打标枪了我。我咋吃啊？老在打标枪噻，少吃点嘛。好嘛，对。啊，够了，这点。你看了没？别买完喽。买三元猪。我晓得。你走路去啊？哎，我骑个叫那三轮车，他们家三轮车要是借我骑一下。要得，叔叔，你会不会骑哟？我骑单车都骑了，应该骑来的。嗯，要得，那你要注意安全哦。要得，好。开慢点喽。啊，谢谢哈。老早人有讲萝卜没得哦？有。你新来了是啥子？有会的哦。要得。好像讲萝卜。块钱你有的。块钱你啊？5毛钱你嘛，要女婿给你买。五成人5块钱都拿得。啊，整个白菜，整个萝卜汤炒个白菜算了，简单点。啊，老板儿搞点钱，好钱钱。你要才好久。才好久啊？啥13块你嘛，不谈14嘛，没40的。哎呀，15块钱就退了，趁机走去，走不好。等我的很呢。哎呀，你3两块钱。要得。趁着看到我抽几个人吃不到。吃的。哎呀，你3两块钱，是不是嘛？二堂天又贵过什么？多了谁就来求。啊，13块钱，43块钱。啊，40块钱嘛，别吃酒啊，我欠不得。哎呀，红灯你看垃圾。哎呀，刚好，我咋刚去我骑你看。哎呀，也干不了。好，学校给他整破了给。好，明天有嘞。好。你是带自个儿来吗？我也是吃洗碗的。洗碗谁都没得啊！你要吃了碗，饭菜都多嘿。哎呦，这我这坨子矮得很了哦。这有碗噻。嗯，有的有的。开干。要一抿就疼了。呵呵，安逸。